国中、建德国小分别的打击乐团和管乐团带来他们在世赛中获得特优的冠军曲目，响亮的节奏、动人的旋律赢得如潮的掌声。跟建德国小一起音乐联合发表会，那我们的国中的部分，我们的管乐团、打击乐团还有合唱团都在基隆市拿到特优的奖项，那在参加全国赛都拿到优等，同学的演出能够带给观众有美好的盛宴。还有建德国中、建德国校合唱团展现了他们丰富的音乐风格和多样的演唱技巧。暌违3年了，那今天重回文化中心这个表演艺术中心呢来做演出，那小朋友都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积极的在做准备，不管是合唱团、管乐以及打击乐呢的小朋友都跃跃欲试，希望给所有的观众呢有一个非常快乐的午后。暌违3年的音乐会又再度登台与观众见面，孩子们展现音乐素养与团队合作的精神，开启现场观众对音乐的热情与想象。这场音乐会呢，让我喜欢上了音乐，爱上了音乐，让我每天都想聆听音乐，来感受世界的美好。联合音乐会的最后，两校学子共同演唱《感恩的心》。表达对家人、老师和社会的感恩之情。校方欢迎有兴趣的学子加入建德大家庭，学校会继续提供音乐教育机会，毕业后还可以加入建德青年管乐团，让音乐成为孩子一生的正能量，更好的发展自己，也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美好的音乐体验。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